上0.5是吧？零点一啊，对，那还不及我从那儿走过来，你知道吗？你感受不一样，感受不一样，感受，感受，感受，你要让他感受，对，感受，看前方，看前方，看前方。哎，我不需要什么背挺直靠后什么的，都不需要。你现在需要报个保险，行？对对，需要。我头盔也没事啊，还是要注意安全。对，很快是吧？对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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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准备好了？没有倒计时吗？来来，飞宇说，三、二、一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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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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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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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不是，我想问，开始了吗？已经结束了。结束了，已经结束了。结束了，这个数据非常有价值。这会有什么变化？1.56，哎，涨了，涨了，不可能，他嚣张了，涨了。他觉得你们看不起他，觉得玩我，尊重他。1.56，来写。1.56。我还没呢。对啊，你没有。你来个啥吧？我来个这个。你来哪个？一二三，松！对对，好，来来来，好，来来来，哎，你夹在那个绳子中间呢，来一，哎，来一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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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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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扔过去吧，对对对对对，我直接扔过去，扔一下吧，好不好？来，三二。三二一，嘿，快，这个好，快快快，接了，快，快快快快快，哎呦，这一下可以测了，这样可以测，可以测，这只，这太惊吓了，这个，你过上去。降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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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才不降，太过分了。来，给你一半来。来来来来，也别浪费啊！不能浪费，不能浪费。试验完事之后，我们还能自己吃掉吗？好像是甜了，你。这几号还是挺酸啊？这一号。哦，一号还是酸的。反正现在有个定论，就是这个橘子这个东西，你只要一动呢，它就会变。但具体是因为啥，还是不太清楚。我觉得速度是没关系的。嗯嗯，对，就是你只要一直在不停的玩弄它，把玩它，玩它心里。对，你不停的把玩它，它就会有变化。对，它的酸度就会下降。那任嘉伦那个是算把玩了还是没把玩？对，你是唯一一个增加的吗？对。橘子们在经历过挤压。嗯，涨了。撞击，降了。投掷等惊吓刺激后，酸度也发生了改变。难道橘子真的能感受到危机，产生本能的应激反应吗？这个东西有待研究，一定要把这个事儿给它搞明白，到底怎么回事。那我们下一趴不动它试试看。好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我们下一趴就玩心理的，用语言攻击。对对，语言攻击的，赞美的。啊，好好，影响他。那走吧，我们下一趴吧。走走走走。猛男发热。哇！抢不了点，抢不了点。现在就差一点点。哎呀，来吧，我们兄弟们加油一下。那我们不动它。到了！哇，这又是什么？那是什么新的任务卡？所以我们这一趴是要让橘子看我们运动，是吗？对。
咋的？就是让橘子看我们运动，看我们运动，然后看我们很帅，看他有没有兴奋。对对。测试三，感官刺激能让橘子加速呼吸变甜吗？运动场上，青年们饱满的热情与活力总能感染观众，因此嗨放派总部大胆设想，橘子是否会像人一样感受到运动青年饱满的热情，从而受到刺激变甜呢？挑选一颗幸运的橘子，坐在专属宝座上，对它进行感官刺激吧。哇，橘子应该坐在那儿。哇、哦、橘子坐这儿啊。对，橘子坐在这儿，橘子宝座，太气人了这个啊。橘子宝座，挑有表情的吧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这个等会儿你就给它放这儿，这是它的侍卫。那还有个侍卫。哇，这怎么想出来的呀、啊？太多人了，他不好意思啊。那要不要摆点吃的给他？你看这俩玩意儿，气不气人？哎呀，别说，还挺像那俩侍卫，对吧？俩侍卫对吧？公主吗？就摆点果盘啥的。果不对，不对，他就是水果，不应该再摆果盘了。前面需要测他吗？因为不知道他的反应。哦，先需要测一下、哦、他之前啊，那个公主吗？请他一下吧。啊，请他，请一下，请一下，请公主。不，你不是、啊、对，你得有点仪式感，得架着他走吧。来，出来吧，这两个侍卫抬出来的。多少？1.87，一点八七，写一下，1.87是吗？好，请回宝座。好，好，请回就请回，请回吧。来吧，把我们的猛男都请来吧。我们猛男呢？猛男都在哪儿？我，我操！什么意思？这么突然吗？哇，这么突然吗？这个歌这么突然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哎，这个歌唱的是猛男吗？这是你们找的，这第一位是你们找的。你从哪弄的腿呀、啊？不是，这是把大腿接上身了吧？你们这一个顶俩呀、啊？我们就有一个这个健美运动员，有什么可以展示的吗？哇！怎么展示？哇！没见过，没见过，没见过真的是吧？好棒啊！接下来很简单啊，我们这个先挑选一个幸运的橘子，坐在这个专属宝座上，已经在上了，太可爱了。在密集的塑料棚内，这个密集塑料棚啊，进行激烈运动，进行激烈运动。然后，其实你多多少少有点像居委会的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收集燃烧卡路里所制造的热量，反正就收集，应该就闷在屋子里的意思，就都把热量都闷在那个屋里。然后在棚内跟外面的温差达到3度以上，就可以拉开门了。门在哪里？门在这儿，两边。哦，就可以把这个打开。弟弟聪明啊！使放置于棚顶的气球起飞，在顶上有个气球，在那上面是吗？就上面。就是那个塑料袋，这就是气球啊，那个塑料袋。哦，塑料袋，塑料袋有可能起飞吗？后面就检测一下橘子的酸度是否有变化。我们可以把空调可以调高一点吗？现在有点冷。你当然外面越冷越好了。对呀、啊，它有高低温的反复对、啊、对、啊、对、啊，要不然没有反差。嗯。这里是由原材料取自新疆长绒棉的金号毛巾为大家准备的小礼物，给你。好，好好好，特别好用，然后你就好好用。大家都试试看吧，就只有一条。
我们还有啊，不是让你们轮着用的。对，还有。这毛巾吸水性特别强，就是咱们运动健身的时候都可以用到。那走吧，咱们带着毛巾一起运动一下吧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进去吧。不是，庆庆没多大事儿，别来。我们不也得进去吗？嗯，是。我也要进去吗？哎，我们怎么看那个温度啊？这老师反过了。这样。哦，这儿也有，这儿有。我呢？里面呢？我在外面帮你们看着温度。哦，这有。哦，你在外面。这这么多人呢，捡不着你，得要一个。公主接机啊！漏气，快！你抱周了，这，哎呀，欢迎！哎，我给你们看着啊，现在棚外是20.7度，所以你们只需要再添2.4度就可以了。跟着你的动作，体再往后一点，再往后退。对，跟着你的动作。第一个动作就从高抬腿开始吧。啊，高抬腿怎么进？简易的，我们30秒，来做30秒。我怎么感觉老师有点顺腿感？老师，你是不是顺腿？好，干，然后呢？努力点啊！尽管你们很努力，但是温度一点都没有变。棚内是21.3度，这边是20.7。哎，这都变了，高了0.1度了。0.1度，还不如不说。还差几度？还差2度。这里冷的，我们要放在这儿。还差2度，给它放中间呢。放中间呢？是这个东西，你举着，拿着它，你就拿着它就行。音乐最大声。Make some noise！ 其实不用做啥，在里面待着就行。待着它温度就升了。你在里面待着，我有必要这么跳吗？有啊。23.5。24.4度了 ，OK 了。那凯哥，你上去快。啊，这个。打开了，快点，我憋不住。打开，哥。这怎么弄啊？哎，郑恺，不是他自己掉了，你过来。是这样吗？管用，不，管用，你看冲起来了。我感觉我站在一个桑拿房的上面。凯哥做错了吗？他浪费了点我们的气儿。对，气儿那个放早了一点。这样算吗？不能算。你能看上吗？你喜欢哪个？喜欢哪个？为什么橘子放着吓到了？他是看到这一幕。